齐元宝，要是再这么下去，恐怕还没等到齐元宝，咱们就先都饿死了。就是啊，爹，您放了他们吧。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，坐下。爹，您当初让我监视齐元宝，我听从您的吩咐，对您从未有所怀疑。可我没想到。 您竟然走到了这一步，爹，您收手吧，不要再错下去了。霍淑雅，苏秦墨，放了他们，不然我就杀了他。霍淑雅，放开陈师妹。爹，求你了。 霍淑雅，你以为拿我的女儿做要挟，我就能放了你们吗？嗯？你以为我会放弃成为不死之身的魁王吗？真的会杀了他！不要！嗯？动手啊！ 杀了他，你看我眼睛会不会眨一下？爹，爹，你真的不在乎女儿的生死吗？ 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没想到，在我眼里那个慈祥善良的父亲，现在变成了一个冷血无情、手里沾满鲜血的恶魔。既如此，便是您给的，那您拿去好了。 师父，时辰已到。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住手！要杀，就先杀我。师父，不可啊！师父，不可！还轮不到你死。若你女儿不来。 我让你眼睁睁看着所有人一个个在你面前死。苏秦墨，我来了。苏门主，久等了呀。 你终于来了。苏门主为了我布了一个如此精妙的大局，
我全保不可不来。那就入阵吧。哎，看来苏门主还是不够了解我嘛。我全保何时成了如此听话之人？小师妹，元宝，小师妹，是。放人！又来，齐元宝，你能不能换点新招？哼，你不也是旧瓶装新酒？每次除了拿别人威胁我，还有什么新招？放他们走。你要是死了，他们都得陪葬。你要是听我的话入阵，他们还活的可能。你，这，算，和你比歹毒，我齐元宝甘拜下风。长月公子，成了吗？哎呦喂，你能不能温柔一点啊？你少耍花样。给他放血，放入阵中。啊？这破阵还得放血？要不我来？不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你快点。知道了，那不得给我点准备的时间啊？苏门主，我要放血了啊！我要大义凛然了啊！你可看好了。不行，烫死了！啊！苏门主，我这样做对吗？你看，我这血也放完了。接下来我要滴入阵中，啊！齐元宝，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